一直没拍成功。哼。还钓鱼还看？看着这十万，这一会儿再钓两个。哼。哎，我操，滚多少次？嗯，我那个，嗯，上方。好，等一下啊，好，开进，一步一步开。开主船就行故障排除告诉的，好，然后因为没胶所粘不住，把那压轨抬起来，不用关机，把压轨吸灵灯那个 up， 抬不起来，把那个起房一升的，你关机了它当然抬不起来了。对呀，我这把它拆开了。不用拽。摔坏了你，再落下，第二次切了。过了啊！等一下啊！嗯，走，按传动。那种脚都干没了，出不来。拽。